啊，他可能知道你是小朋友，所以好像不怕你，你有没有觉得？他的羽毛吗？嗯，对啊，那个他的羽毛。哦，你有没有觉得他好像不太怕你？对啊，因为他很大只啊，他既然他很大只，他很大只，你想想看，他不是小小鸟，他就比较不怕人啊。而且他这个暗公叫，他原本他就是生活在都市里面啊，所以说他已经看了很多人，他当然他就不会怕、啊，知道吗？他原本他就是生活在都市里面啊，所以他当然他不怕、啊。可是他现在他不会叫，他是晚上会叫好很大声哦。为什么他晚上？啊，有些鸟是白天叫，有些鸟是晚上叫啊。对啊。对啊。像我跟阿嬷家，我们家不是旁边有那公园吗？哇，晚上的时候他叫好大声，哎，他这个样子不晓得是不是要吃虫哎、欸。我们去看，他是不是要吃虫？是吗？是不是要吃草？好像不是，好像也不是。好，走吧。Thank you.